万宁评审三叠一号工业区。三叠一号工业区于2008年根据宁评审人民委员会于2008年10月14日的第1851 UTHUBND 号决定及2014年8月18日首相的第1499 TTGKTN 号文件正式成立。三叠一号工业区由工业区基础设施开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。三叠一号工业区总面积为64公顷，位于宁平省三叠市，靠近 1A 国道，紧邻南北铁路干线及近电车站，周边有12B 国道和南北高速公路。此地是越南北中部与红河三角洲地区的交通枢纽，也是宁平省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三大经济重点区域之一。三叠市具有许多经济发展潜力，特别是在工业、服务业、旅游和城市发展方面具备优势。三叠一号工业区定位为综合性工业区，主要吸引包括水泥生产、鞋类制造、服装制造、医疗设备生产等多种行业。三叠一号工业区拥有多项投资优惠政策，投资手续简便快捷，因此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投资者，尤其是来自日本、韩国及台湾等。宁平省三叠工一号业区的基础设施。内部交通系统分为主干道和支路，主干道为四车道，支路为二车道。电力系统提供220/110kV 的电力，可充分满足工业区的生产需求。公共照明系统，道路照明网络与生活用电系统分开，沿着交通主干道布置。供水系统提供充足的干净水资源，以满足工业区内企业的需求。排水系统，雨水与废水排放系统分开建设，雨水经过管道系统收集后排放至区域河流，工业及生活废水则集中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。垃圾处理，工业区内的工厂将与具备分类、收集及运输垃圾功能的单位签订合同，以便将垃圾运出工业区，避免环境污染。废水处理，处理后达标的废水将直接排放至雨水排放系统。通信系统提供国际标准的通信网络，光纤电缆接入至企业围墙。劳动力成本，三叠一号工业区位于三叠市，属于第一区，该区域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.860.000越南盾月。社会基础设施，海关服务，海关办公室设置于工业区的中心运营区，以便迅速便利地为企业办理海关手续。银行，工业区周围有多家银行，并设有自动取款机 ATM， 满足工人提款需求。邮局配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，提供数据传输、电话、互联网和视讯会议等多种服务。公交车，每天有来往河内至工业区的双向公交车，运营时间为早上5点至晚上8点，每20分钟一班。消防，工业区内设有消防栓，两个消防栓之间的最长距离为150米，以确保消防需求。安保，24小时全天候安保服务。住宿，三叠一号工业区临近热闹的居民区，为工业区员工提供便捷的住宿和生活环境。医院，距工业区2公里处设有现代化的三叠医院，为工业区内的劳动者提供医疗服务。学校，宁平市内的高校、专科学校、职业技术学校多样，能够满足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。投资优势，土地租金免除至2066年4月。交通基础设施优势，位置战略性强，靠近 1A 国道和南北铁路，距离电车站近，且周边有12B 国道和南北高速公路，便于物流和商贸往来，节省了投资者的时间和运输成本。具有竞争力的土地租金。如有想更了解宁平省的工业区项目，请立即联络 Blue Ocean Realty 公司，或者通过热线电话0888-808-9696。 Blue Ocean Realty 非常荣幸为您服务。